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、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盛宇他今天邀请我过来打球，然后他的身体素质还不错，但我觉得就不跟他比拼身体素质啊，跟他玩一些技巧啊之类的。我觉得今天要把他拿下。万一他很厉害呢？那就丢人丢大了。身高好像都差不多哎。优势可能是我比较灵活吧。所以要跟他比拼一下技巧，拿下。你有多高？183。你灌得到吗？可以的。助跑可能是。扣不到。扣不到。好久没打了，然后投一个。没事，可以。哎，那我惨了，打铁王。那怎么样？我们打3局2胜吧。3局2胜，打3粒，三个球，三个球。我是不会输给李胜宇的，绝对不会输给你。反正没怕过，来就来呗。好看谁开，你射一个吧，看谁开，罚一个。对，你看，这不打很激烈了吧？我没有手感了。哎呦！哎呦！越打越没手感，太久没打。我要脱衣服，难受死了，这个衣服。没事没事，认真，没事，好好打。哎呀！不放你水了，不放你水了。等一下，来。哎呦哈！
我赢了。帅，我们在里面坐会儿吧。你打的蛮好的，有多好？蛮准的。你打内线，打内线反应还挺快，冲得很快。下次再打，可以打得蛮爽的。你叫啥来着？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黄宇，李胜宇，李胜宇，下午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去哪里？保密啊，然后还要带上姐姐一起。带姐姐？对。OK， 走吧。等一下，休息会儿，累死。今天下午带你玩个好玩的啦。还可以吧。有点帅。原来你说好玩的是玩车啊。对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的头盔在这里，待会带你飞一下。看你多疯了。哎，你这后座是打算给谁坐的？给女朋友坐啊。女朋友。不然你要坐一辈子。没有，借坐一下就好了。好好好好。OK， 今天带你玩一下嘛。走走走。确定你没开吗？待会给你翻个跟斗。你不要过分啦！我5年的驾龄了已经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这个可以，这骑车技术还是可以的。哎呦！哇，你不好意思，把我给吓死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宝宝只有一条命。才称赞一下你，你就给我搞事情。动力很快。他们有说恋爱手册在追吗？他们有说啊，有提起啊，找恋爱手册什么的，应该不会藏在这种草堆里吧？哎，在我们那边常常会在这样子的地方钓鱼。你会吗？你会钓鱼吗？我会钓虾，会钓鱼，钓龙虾吗？不是，这种小虾。我们乡下是钓龙虾，就随便搞根树枝，系个绳子，挂块肉，然后去那边钓去。他会来钳的，钳住你把领上。钓鱼，走，我们去找大哥，蹭一下他的伞。对，大哥，我们来蹭你的雨伞。我们来蹭一下伞呢、啊。还是冷哦。对啊，我们可以来蹭一下吗？稍微蹭一下。对，我们在这边蹲着就好了。看看你进去等什么。你们是学校里面的还是？学校的。我们是出来春游。因为还有个女生没来，本来是三个人一起春游。大叔他们有给你一本书吗？对，他们给你一本书，一本红皮书，书名叫《恋爱手册》。没有，没有，真的、啊，大哥，你不要骗我，你骗我们哦。那我们走吧。那我们去哪里？
去找姐姐。去哪里找？我不知道，你问姐姐。我怎么问姐姐？啊，我给她发个微信。你有她微信？有啊。我没有哎。你有什么没有？我没加。那就不用加了。为啥？我真没加。对啊对啊，不用加了，我加了就好啊。为啥？为啥？我等一下就加，我看她给不给。好，走吧，那走吧。大叔，拜拜。六瑞，你有加弟弟微信吗？没有。你要加他吗？不加，我不屑，我就不加。干嘛？我也不想加。你我想加，你看，牛都生气了。那是羊。坐吧，坐吧。姐姐为什么没来？我怎么知道你约我的？你问我怎么姐姐为什么没来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她不会生病了吧？要不你发个微信问他吧。那我发个微信啊。你用他微信吗？我没有。他没有回我，很尴尬。你才发一下子，你叫人家回你。按道理来说会看手机啊。应该是他不想回你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我推给你，你加嘛？我不屑，我自己问，我自己问。好，你现在问题是你又找不到他，迟早会找到他，你别担心，不用你担心。我不担心。我们自己玩。怎么玩？有一个游戏叫重复游戏。来吧，来。你戴了一条银色的手链。我戴了一条银色的手链。你的头发很短。我的头发很短。你笑起来很好看。我笑起来很好看。我身材比你好。你身材比我好，哪里好了？你就输了。我这么就输了？对啊，你没绷住啊。哦。怎么惩罚呢？那你叫我哥哥。陈伦哥，快点，你输了，愿赌服输啊。陈伦哥，哎，好好好。我跟姐姐录过影。你跟姐姐录过影？姐姐睡我旁边的帐篷。姐姐睡你旁边的帐篷。然后我们一起吃了早餐，然后你们一起吃了早餐，还一起荡了秋千，还一起荡了秋千，我跟他荡了秋千，快回我啊！我觉得这样就很浪漫。我带你上去荡吧，对吧？我有点累了。你跟他一起荡了秋千。我上山摘了花给他。你上山摘了花给他。我先遇到了他。你先。他不生气，他很开心。那我做惩罚吧。可以。去拥抱一下大叔吧。好。给个大拥抱。大叔，我玩游戏输了，我的任务是我要拥抱一下你，可以吗？我们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辛苦辛苦。可以有，可以有。谢谢谢谢。好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走吧，走吧，大叔拜拜，走了。哇，我感觉我晒得有点头痛了。我也是，你看我衣服都湿了，我衬衫也湿了，但是已经晒干。这个太阳真的是。
陈老师，今天心情怎么样？今天我觉得会比昨天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昨天去了游乐园，没有比游乐园更晒更热的地方了吧。其实是开心的，就是太热了，怕晒黑。我感觉我昨天跟他相处的时间更久一点。紫色蓝色，紫色蓝色，我对这两个颜色的理解是会偏向于害羞、未知、羞涩。第二次见会偏向于摇摆。我昨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帮我擦。哦，又是盒子。看一下。画我猜。OK。来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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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。第二个字。我们经历过的吗？我们去动物园看到的。水，水，水豚。你看他，你看他鼻子，你看他鼻子。他支起来，你看，你看我。羊驼。嘿嘿。冰激凌。爱你孤身走暗巷。小学生。对。怎么都是三个字？过山车。哎，对。棉花糖。啊，你有答案吧？这不是我们都做过的事情吗？可以了。哈。
挂了，看气球。好可爱，一点都不愤怒，就来一个悲伤。我帮你拍吧。不用了，悲伤愤怒，悲伤愤怒。不拍。哎，你孤身走暗巷。哎，你对直播绝望。成功了。什么鸟？尖嘴。第一个字对了。大嘴。巨嘴鸟。嗯。你不是怕尖嘴动物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要不要也倒点味？我来我来我来，好。纸，写信。嗯。谢谢，回礼。是我的吗？啊。回家才能看。打开是在干嘛？爱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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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三二一 ，Go！ 哈哈哈！棉花糖没让你吃到，有点遗憾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很多以后的机会。恭喜你们全部答对， yes. 超有默契。耶耶。第三次约会了 ，Hello， Hello， 我们脸红，心跳加速的感觉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好甜啊！完了，眼里面都是星星。他恋爱了，年纪也差得有点远了，很害怕他是只停留在新鲜跟好玩。你不要把我当小孩，不要去否认我的选择。双向的一个选择吗？我觉得他不会来。小老师再见。他走了、啊、就这样吗？真的没好吗？为什么不珍惜一下呢？这一期到一个据点了，三个人见面了。哇，两个人一起非常的尴尬。我比你更早认识姐姐，我跟他有同样的兴趣爱好。你不喜欢姐姐？哦，哇哦，好咸鱼的游戏哦。怎么是成功了呢？他们聊的东西啊，我没有办法融入。沉沦跟他们的世界差得太远了。女生更倾向于谁？
关注微博官方账号我在你的未来吗，实时 get 节目精彩花絮，上微博参与我在你的未来吗话题点评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，特别明星微博电视剧、微博情感、微博电影超话社区、微博电视团，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、直接问答社区、知乎深度合作平台今日头条、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心社、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、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、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ucker、 特别合作青宝宝、百度输入法、讯飞输入法、智联招聘、 YY 直播、易代驾、墨迹天气，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新闻网、国际在线、北京网、红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。